我作为战士的灵魂。我们一直在战斗，保护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。任何战场，我们都可以力挽狂澜，只因一直坚守着不屈的信仰。天就在附近，那边有出口，让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我们要再快一点，霸天虎也许已经到了。不好，有霸天虎的埋伏，准备迎击。让他们知道天蛇人的厉害。
震天。战斗才刚刚开始。